海静舞蹈教室排练越来越爱新舞步。正当排练到一半的时候，外景名模瑞莎穿着养眼圣诞装前来探班，并扭动性感身躯与飞轮海大跳艳舞，让四个大男生害羞得全身僵硬，忘了原有舞步。我吗？我最害羞啊！没有，念真没看过这么漂亮的圣诞女孩，你知道？对吧、啊？而且之前都是在电视上看到她，然后这次真的看到她本人，觉得真的很漂亮。对。而瑞莎也带来了强身健体的礼物，让飞轮海提前感受圣诞节气氛。不过这礼物可没这么好拿，而是要用抽的。豆花，豆花，吴尊，看你要拿多少钱跟我换？哇哇，补补眼补眠。他拿到的不是豆花，是豆枕啊，豆枕。哎，豆花补脑哦。哎，也对啊，最没脑，最没脑。为什么豆花是补脑到底？没脑。小心小心。抽到最后就剩补肾的山药，虽然大家都不愿意加以联想，不过前阵子赶拍偶像剧的大东是公认最百型的一位。像你这样子拿着对着我，我会害羞。test 1 2 1 2 test 不是有问题啊，是可能刚好抽到，然后再加上可能因为就平常妈妈也蛮喜欢那个叫做什么山药那个东西，觉得对男生很好，其实各个妈妈可以就是当作是家庭必备的补菜，这样子也不错。拿到礼物虽然开心，不过大家最想得到的依旧是希望能躺在床上好好补个眠，因为为了宣传新专辑，个个都快熬夜爆肝。昨天我们又从拍很多，拍了七八本杂志，从早一直拍到凌晨。昨天也哇，我跟你讲，13套衣服真的是太累。昨天最扯的是拍到那警察来敲门说你们工作时数会不会太晚？可是看到警察突然有一种获救的感觉，你知道吗？有救了，不用怕了。对，本来是这样想，结果他走了。然后后来他们就说叫我们小声点，结果我们就故意有一点吵，想说看能不能再来一次，我们就可以走。至于什么时候才能见到飞轮海苦练已久的全新舞步呢？千万别错过飞轮海的签唱活动。蔡明宏、侯佳颖的采访报道。欢迎飞轮海 ，Welcome， 嗨，嗨，嗨，新专辑。Yeah. 恭喜发行的新专辑，专辑名称叫做是越来越爱，越来越爱。然后这一次有两个版本，是什么版本？跟大家介绍一下。是的，这个叫做酷帅男人版。哇哦，还有另外一个，另外版本是、那个预购版，对，预购版本，预购版，这个算是预购版，然后才会有的版本。对，然后之后就是等到你发行版，叫做男爵版，那是之后发行才会有。对，还没有。为什么陈意如头发这边是长的，那边是短的、啊？有剪是不是？之前去当兵、啊，之前拍的，八月去当兵。哦，然后先拍，对，那是先拍八月前，这算是。可是我觉得你现在比较帅、欸，真的吗？重拍，那个预算，算我们预购才会送两份。这里面是什么？里面是什么？里面演唱会的演唱会的画面、花絮，对，写真照，然后这本算是一个笔记本。嗯，哇，这边有就是预购，有通路是不同的，就是在 7-Eleven 是这个，我跟大东的，唱片行的是易如跟吴尊，哇哦，所以要去要收集四个人的话呢，就要到唱片跟便利商店不同地方啦，不同地方可以去预购啦，对不 对, 對, 對？而且重点呢，这一次的专辑呢的曲风都是以 rock 为主，没错，对，因为希望说啊，第三张专辑，然后我们有点就是男孩变成男人，怎么啦，大东，对，又在走迷宫了。好，对，希望可以看到大家，就看到我们飞轮海就比较成熟一面的感觉。嗯，是是，因为他们四个现在很累啊。对啊，忙啊，累成这样，你看他们，真的，一拍杂志一天就拍了十几本，重点他们还要飞来飞去。对啊，对啊，新加坡刚回来啊，MV 一天拍三支哎，有，那你去那个发廊店遇到的时候，他说一天拍三支，我第一次傻眼。对啊，真的，而且他比较累，因为他那个剧情有他嘛。哦，对，那刚好有一支有演示。对，另外三个就在发廊那边，嘴就好，那边等啊，对不对？然后重点是有那个清唱奖啦，来。我们21号礼拜天才办的预购签名，然后27、28、6日会有三场签名会，27、2点在高雄的汉神巨蛋，6点半在台南南方公园，然后28下午2点在台北西门町的屈臣氏广场。对，然后我们一定会签到完，所以千万不要去晚上排队了，因为到那当天有多少人就会签完多少人。真的，要不然夜排太危险了。真的，而且最近天气这么冷啊，千万不要去那个
好不好？真的真的，天气太冷了，大家千万不要去外面夜排啊，对，不然真的很容易就失温，你知道吗？太夸张，太夸张，千万不要这样子。其实这一连串的签唱会之余，我们还想讲的是，在12月31日，我们在北京有一个跨年的演唱会。哎呦，对，然后希望就是大家进入我们飞瑞海的空间和世界，可以跟我们一起倒数进行跨年。哎呦，所以呢，歌迷朋友呢，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可以到我们跟一起北京去那个当那个跨年，好不好？没错，好，也希望那个专辑呢能够非常的好，专辑名称叫做是越来越爱。谢谢飞龙豪，谢谢。